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我这里是晚上，大概在美国正是白天的时候。今天呢，这两天呢，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发生了一系列的关于总统继续参选这样的一个游行抗议示威活动。大家看到呢，阿尔及利亚在阿拉伯之春，也就是说接近10年前，2001年，8年前的阿拉伯之春时期呢，阿尔及利亚保持了异乎寻常的一种稳定性。那么这个问题呢，大家都一直都在探讨，说难道阿尔及利亚的春天今天才到吗？是的，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呢就在于阿尔及利亚在2000年，1995年开始到2000年前后这一段时间呢，一直都发生着内战。内战的核心原因就是北部与南部的战争，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的战争，同时也是以伊斯兰教保守主义与北部的非保守主义，也就是说我们普通称之为所谓的世俗了啊，这样的一个冲突，然后最后呢，以法国以及美国所支持的就是现任总统布尔弗利卡对，他呢的胜利呢，最后呢所告终。当然，他从那个时期开始当选总统呢，一直至今，一直控制着这个国家。但是他在6年前呢，因为这个身体的原因呢，导致个人呢。出现了这个偏瘫现象，一直坐着轮椅，话也说不了，什么事儿也做不了。但是呢，他作为国家当时的胜利者的一个象征呢，一直做副手以及他的家属、亲属等等呢，成为了控制这个国家的实际控制人。而在这个控制过程当中呢，发生了很多贪腐事件。而在这么多年里，我们要了解到，阿尔及利亚是一个阿拉伯世界的面积最大的，也是非洲面积最大的，也是地中海沿岸国家当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国家。人口呢，大概有5000万上下。它特别是在整个法国，我们知道，在法国的阿拉伯人是非常多的，而阿拉伯人，法国的阿拉伯人居首位的是阿尔及利亚人。我们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50年代的爆发了阿尔及利亚的反殖民运动，一直到1962年宣布了正式的一个独立。那么在那个时期呢，有大量的阿尔及利亚人呢移居到了法国。法国当时认为呢，阿尔及利亚是自己的一个行省，也就是说它的国土的一部分。因此呢，大批的凡是在阿尔及利亚人迁往法国的人呢，都拥有了法国的长期的国籍。而这个国家呢，同时盛产石油和天然气，但是这个国家的国民收入或者是人民所生活的水平一直是很低的。那么它的程度低到什么样程度？它甚至不如。他的左邻右舍。那么他的左邻是谁呢？左邻就是阿拉伯之春的发起者突尼斯。那么他的右邻是谁呢？那么就是靠近大西洋的与美国第一个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摩洛哥啊，就是这样的两个国家。那么呢，他的生活水平还有社会的安定程度以及基础设施等等呢，都大不如这两国。那么呢，因此呢，出就是国民对于长期。凡是在阿尔及利亚人迁往法国的人呢，都拥有了法国的长期的国籍，而这个国家呢，同时盛产石油和天然气，但是这个国家的国民收入或者是人民所生活的水平一直是很低的。那么它的程度低到什么样程度？它甚至不如，它的左邻右舍。那么它的左邻是谁呢？左邻就是阿拉伯之春的发起者突尼斯。那么它的右邻是谁呢？那么就是。靠近大西洋的与美国第一个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摩洛哥啊，就是这样的两个国家。那么呢，它的生活水平还有社会的安定程度以及基础设施等等呢，都大不如这两国。那么呢，因此呢，出就是国民对于长期对于国家的这些政策，包括国家的这些这个施政的方式以及贪腐问题呢，极其之反感。同时呢，军方在这20年内呢，在整个阿尔及利亚的社会经济活动当中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去过阿尔及利亚的人都知道，在阿尔及利亚办事呢，首先要得到军方的首肯。所以在这样一个长期性的一个高压控制以及这样的一个腐败和腐朽的这样的一种政治体制表现之下呢，甚至这两天呢，这个偏瘫已经达6年之久的总统呢，希望能够自己能够继续竞选。然后连任总统，在这样的一个推出所谓这是真正这个现时代当中的一个傀儡，因此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之春在瞬间爆发，也就是说在这几日，我们看到在阿尔及利亚街头，我们再看到在奥兰街的第一人口大国，同时也是阿拉伯世界的强国。那么它强在哪里呢？也就是它的面积以及它的战略地理位置的战略的重要性。
而真正的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之上，以及伊斯兰的历史之上，阿尔及利亚人发挥了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知道，阿尔及利亚的人口呢，目前所说呢是以阿拉伯人为主，但是阿尔及利亚历来是一个柏柏尔人的一个所属的一个土著民族。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后，他们长驱直入，曾经占领了帮助瓦玛雅王朝的后裔占领了整个西班牙。成为了我们知道的最著名的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一个瑰宝之地，安达卢西亚的历史就是柏柏尔人创造的。那么，柏柏尔人历来以彪悍、以英勇、以这个勇气所著称。我们如果看到过，曾经有一部电影叫《阿尔及尔》，这部电影就是描述了在法国在殖民者后期与阿尔及利亚的自由战士之间的一个战争的一个过程。那个战争片子明显的和完整的表述了阿尔及利亚人的强悍和柏柏尔人与那块土地的深情厚谊之间所捆绑的不可割舍的一种情节在内。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文明都环顾于整个地中海沿岸，而地中海沿岸的南岸今天给阿拉伯人、给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给予希望的，恐怕这次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大家都寄托于和寄希望于阿尔及利亚人民，或者阿尔及利亚的人民之，后能够建立一种新的一种经济制度，或者是新的一种社会制度，来使整个阿拉伯世界以及北非包括南南方面都有所这个进步。我所指的南南就是这个世界被划分为北半球与南半球，而阿尔及利亚历来都是抗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阵地。但是我们经常在新闻里边，在很多地方里边把它忽视了。那么今天它终于觉醒了，他们来抗争，他们走上街头，在告诉全世界：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我们要我们的权利。阿尔及利亚有一个著名的一个词汇叫 "Shab"，我的 "Shab"，这是它的一个国家的格言，是什么意思呢？人民和人民，这就是阿尔及利亚的国家的格言。这个格言也是创造了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全称的一个来源。这个阿尔及利亚国家全称叫阿尔及利亚，阿拉伯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那么今天，他的沙尔莫的沙尔觉醒了，他的人民觉醒了。希望我们能看到一个崭新的阿尔及利亚，来看到一个真正推翻、真正的现实主义的现实派的一个傀儡的阿尔及利亚。祝阿尔及利亚人民成功，祝阿拉伯人成功，祝南方人民成功，祝全世界人民成功。谢谢大家。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此呢再介绍一次阿尔及利亚的一些背景，因为阿尔及利亚这两天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一系列的抗议示威运动，我们把它称之为阿尔及利亚迟来的阿拉伯之春。那么在此呢，我首先讲一讲它的历史上的一系列的一些故事。当然，过远的历史呢，它是一个柏柏尔人的家园，大概在10000年以前呢，公元前10000年左右呢，它就已经有了柏柏尔人的痕迹。后来呢，由于迦太基文明，也就是说我们知道的 Gerdach 在发兵于突尼斯地区的迦太基文明呢，在那里不断地侵占了沿海的一部分地区。那么后期呢，这个地方呢接收过基督教的一些宣传影响，它深受这个伊斯兰文明的影响，特别是它在它的邻国突尼斯有凯尔万这样的一个伊斯兰在80世纪、9世纪、10世纪那个时期呢，有个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知识中心。那个地区呢，曾经这个直接影响到了整个阿尔及利亚以及今天的摩洛哥北非的地区，我们叫马格里布联盟地区的这个整个的文化、军事、贸易等等文学一系列的一个重大影响之地。阿尔及利亚作为阿拉伯世界以及整个非洲，
包括这个整个伊斯兰世界来讲，它的面积呢，国土面积都是最大的一个国土面积，但它的人口呢只有4100多万，那么它还有大概有1000多万人口呢生活于世界各地，最主要是生活于法国等这些地方。过去呢，阿尔及利亚是一个法国的一个殖民地，1962年呢获得了真正的独立，独立之后呢，阿尔及利亚建立了以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体制这样的一个政体。走了一条这个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我们知道呢，在阿尔及利亚的这建国以来的这几十年当中呢，阿尔及利亚的风波不断，因为阿尔及利亚的物产之丰富，地域之广泛，所以呢，阿尔及利亚一直都是一个很多人所你争我夺的一个地方。特别是在1991年，阿尔及利亚实行的一度实行的都是民主选举，但是1991年呢，选举的过程当中，人民选择了以伊斯兰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的政党，上台。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有西方支持的，特别是法国，主要是以法国支持的这个军政府呢，军队呢，推翻了这个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党的执政的合法性，因此呢，爆发了长达9年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阿尔及利亚陷入到了一种绝境。最后，2002年时期呢，大概2002年或者2001年时期呢，战争终于宣告结束，阿尔及利亚人悲伤不已。今天有人说呢，阿尔及利亚人其实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阿拉伯之春。好的，这就是我所了解的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富饶的、令人神往的土地。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伯人的抗争，继续关注全世界人民的抗争。谢谢。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 频道名明镜火拍，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网站 www.minjingnews.com， 推特 @minjingnews， 脸书 facebook.com